来吧，颤抖吧弹弓圈。这是五连钢珠啊，配着这个大弓啊，五连钢珠，500克的钢珠，这个弓是100撑头，300公门。人我问打多大配置，人这腰子哥定的，腰子哥就说了，这打不打无所谓，就喜欢这个，喜欢咱这弓，拿回去买整个大的，人就做个摆件啊，就是做个摆设。再说了，人家回去就打1810，上这弓上打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咱不得瞅着吗？这家真他妈个性啊！一面是5个螺丝的啊，长城齿牙，这做给我做费他妈老劲了，这个这老大家伙太难做了。50大钢珠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